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大哥，你是自由麦，好难受啊！你把它屏蔽了就好了呀，你就给他留一个那个文字就行了。你是妹子吗？没事，我可以屏蔽你。不会说的是我吧？我操！我就问他一句啊，帮你要微信。我可以帮你加到好友，好吧？上来上。生气了。感觉还可以来一波，哈哈。等等等等等。瘾好大，来人了，来人躲。打黑的，没事啊，随便打。
我没蓝了，你们打，蓝干了，吸了口没了。我不要微信，微信没必要，让老板自己聊。哇，这一口我一条血没了，哇，这一口，一口我人没了，我的天哪，我操，这么猛的吗？这一口，这玩意儿就不要说出来了，自己心里知道就好。这老板要求的呀，老板想要，你往后撤一下，嘟嘟，我帮你往前压一下。完了，我要被抽完，还好还好。可以可以，妈挺不容易的，我操。盲测一下，你没有小强。隐喻就算了吧，还不是隐喻没什么用。没救下来。这他妈是对面的，啊，这对面的嘛，我没认出来，我靠，我没认出来。
要是我都这么保这个妹子了，还加不到好友就没意思了。我这帮老板讨好友费啊。补刀，上来一点，上来补刀，补刀就对了。一个陨石接上，跟着跑，有个奥数符，再接一个冰墙，追着砍。大哥，你装备呢？这哥们儿把装备，哎呦，没事，不用退啊，这把能赢，我来带你们赢。什么情况？看能不能开跑，nice， 就大喊关键。直接决斗，直接决斗。救他一下，给个成功。武器吗？杀不掉了。先走一下，先走一下。
我知道叫鄙视呀，他妈的，这个词，要不然就00后在用，要不然就是他妈80后在用，90后没有用 BS 的吧？有雷源吗？你看你现在是不是人头就值钱了呢？有技能吗？给个大，这看到吗？我被切了呀！A 过去就完事 ，A。我问啊，我直接问他，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告诉我的。哦，拿完了，我好好打。不需要，肯定是不需要。你平时就天天打刀塔吗？你每天都打？我有空就打。哦，那你还是个网瘾少年。可以啊。脱线了，别干了。哦！我操，我没死，我他妈可真是个大聪明，我操，我没死。
怎么回事啊？啥情况？还好我技高一筹，幸亏我技高一筹，我操！感觉也不是很挫啊，感觉大领刀没魔晶厉害。也是。摸个大，我可以吃两个。谁？知道了。哎，怎么能 ？F 这么久啊？我操！老子不算了。太干了，推了。